对啊，他们就是嗯，所以我们才会说投资的金融，好的，他进水了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软体的孩子，他大水是什么？他的花水里面啊，花水很深啊，好聪明。要知道要先用手脚去试一下水水的温和水水，跟着你一样。他们家是江雕，他还是很好奇啊。他看到他自己的脸是嘴啊，他没有脸，然后他就他喝水啊，呀，水水这么脏，好不好喝？他在喝水的地方。